阮的歌。四海九州众船涌，有结成天，关心地君，有结成天，关心地君，万古。本大队日前接获某被害人移遭控制行动，恐吓取财后释放之情之，立即组成专案小组，并报请高雄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。经专案小组扩大调阅监视器画面及分析比对查访后，锁定四男两女设有重嫌，并于112年的7月18号经埋伏发现，除姓陈姓犯嫌驾驶自小客外出，随即派员尾随至左营大路某停车场，见犯嫌下车之际，予以拘捕到案。本案经检察官讯问后，认除姓陈姓所涉罪嫌重大，并于19日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，均经裁准押。随后专案小组持续追查，并于19日持法院所核发之搜索票，前往其余犯嫌位于台南市东区及高雄市左营区、新兴区等住处处所执行搜索，拘提张姓犯嫌等人到案。经检察官讯问后，认其中张姓犯嫌及另名张姓犯嫌 犯罪嫌疑重大，且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性，于20日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。其余黄州犯嫌等两人，分别经检察官预知以3万交保或请回。全案并扣得改造手枪一支、瓦斯枪两支等证物。经查，除姓犯嫌成为四海帮海南堂堂主，与张姓犯嫌为男女朋友关系。陈姓犯嫌及另名张姓犯嫌均为四海帮海南堂成员。被害人则系张姓女友之前公司主管，于112年的6月10号20许。除姓被告等人因不满被害人经密谋分工控制行动恐吓取财，并由张姓女友出面假意来邀约被害人见面聊天，并由除姓犯嫌及其手下埋伏持枪将被害人强押上车带往某民宅，共同殴打被害人，并要求被害人联系股东拿钱放人，经被害人拒绝后持续殴打被害人，迫使被害人书写面额2100万元的本票及同意交付60万元的现金，始于同年的11月凌晨3时将被害人释放。那检警共同维护社会治安，打击黑帮暴力犯罪，并在此呼吁不法之徒不要心存侥幸，以身试法，对暴力行为绝对零容忍，定严追缉侦办，以维护社会安宁秩序。